这一根绿色的 PU 管是接那个压缩空气的啊，压缩空气。这个白色的是主电机，主电机的这个电源线引出来啊。好，下面这个是台达的变频器PLC。这个声音啊也不对，就是明显的快了。它是手动的，它只有手动匹配那个保护事件。这个时间嘛可以自己设定的。以分钟为单位啊，这个上面呢它是原来是十分钟，这个开盖，出来。等一下。出来啊！我出来了 ，OK 了。哎，出来现在刚好。出料，看到没有？出料啊！这是出料。这里那个叫出。刚才按的是出料开，开了以后它那个。出来也把盖儿盖住了。嗯。一个人过来，把电给你。关盖儿。你好吗？你那不是？那不是。马上出来。那肯定是迟到了。这一半呢是手动的，这个是自动的，自动。这一半呢是自动的。自动就是总保护时间是一分钟，假如要随时吸电，吸电三分钟。出力的时间，可是吸电，但是零零五就是现在没有。自动保护零零五分钟，你可是给它，还得是三分钟。然后就是马上三分钟过后就是进行。就你把所有的参数都设定好了之后。然后再按一个自动的启动，但是火炉的话先放上去它就自动的起火了，高烧混合低速，它混合到三分钟以后呢它就自动的切换到高速混合，它的眼里起火眼里啊，那总的时间就是这个是先放上的话，那个是高烧就是三分钟，总时间是三分钟比如说自动混合工作时间是十分钟，这上面设定的，那么混合低速呢我们设定的是三分钟，那么剩下的这个混合高速的时间就是七分钟，是这样子。嗯，它高速就是零零五分钟就是出来出来的这个就是起火管道，出来的这个起火管道，那就是这个火炉阿克啊，这个第二出来的呢，出来的这个就是出来的这个气库制造的管道，管物制造中出料的时候切割呢，切割它就自动的关了，往外上流，它就自动的关了，切割就自动的关，然后混合低速的时候还在进行，对吧？往外上流往外送料，混合低速就往外同时往外送料。清楚吧？就是来让我去零点啊，你那一个，你俩，去吧，我这边，你看，不对，
锅。哦，哦，这里也是。我穿的这么干净，干净。二十秒钟之后，今天搞啥？啊，切地。你看，先是混合低速0.2分钟以后，你看现在又切换成了混合高速。听这个时间，听这个声音也听得出来啊。现在是混合高速呢，是啊，分了解这个，分了解这个，这么大开。